有半个腰吗？这边呢？半个腰。东西全部烂完了。哇，这个屋子。那壁橱全部完蛋，那房间呢？单落壁烂，全部完蛋了，没有一样可以用啊！你看，全部都这样了，不可以用了。就是一两个字，三四十，就像十分钟里面就淹上来了、啊，全部淹到这样子了，我们都来不及搬东西啊！你没有看电视机啊？全部搬丢上去都搬不及了啊！搬那床全部搬不到啊！那个洗衣机完了，蒸笼完，所以搬不起，全部东西搬不起，电视机我一个人在家不了。等下来搬开我的床，以前真的是全部买都行了，现在又全部坏掉了。嗯，完全发了了那个床，我厨完全都怎样搬？我一个人在家。你算了吧，损失多少大概？你有报了吧？还没有报账，我怎样来算？想说。以前我全部坏掉，沙发全部换过新的了的龙嘛。嗯。那个电视机橱啊，神台全部换过，什么床啊、衣橱全部换过，洗衣机全部换过了，现在又来一次。现在又来一次。我一个人在家嘞，我只是叫到一个弟弟来帮我搬了一点点东西罢了，全部搬不到。你看我家里面几块砖，那种地砖全部是干完的。你啊，都是搬单搬单几个？哦，你。搞我的门禁啊！我都没。搞你门禁没送来，你封纸，如果坏嘅，你攞个保安纸，直头去全部出个唔使镭嘅，系最紧要系嗰个保安纸啫。七点样子，它就淹在水面了，一七点多，它就一路进家了。很快吗？啊，很快，那个水倒回来，一路进。十分钟样左右了。嗯，差不多那时候紧张，还没有去看时钟，差不多七点半样子。然后你们就开始搬东西了。嗯，我就叫我小叔他们来。我说叫他帮我搬那个搬东西咯，那电器就跟着他搬上来咯，不然人家淹到了，你能怎样啊？就是鞋柜没有搬到咯，鞋柜进水咯。淹几深啊？淹几深啊？啊？淹大概有几深？鞋柜它就不有用，震到那个摩托，我叫他拿去看可以修有没有咯。对，这样进家进大概一尺左右啦。这边是没有，后面一尺多啦，这边是差不多是到这边，这样子进到这边吗？因为它很硬啊。给一个硬的。好，先接条。